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, a cross-border team was set up in Nanning, China, to ensure the goods transpor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, while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the COVID-19 pandemic. 影响到统能大概20公里左右，那个特点就是坡道比较大，我们停车和起车的话都是在坡道上面，对操纵要有很高的要求。这张编组单上包含了有车种、车次、发站、到站等5个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在拿到编组单以后呢，会把它抄下来，直接翻译成越南文字。基本上和越南人接触最多就是我了。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峻的话，作业的人员是每天都要检测。我主要是负责整列车的安全检查，你穿那个防护服等于是里面的衣服全部湿完。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疫情，把这项特殊的运输工作可以完成好。